24日，演艺圈大姐大、著名经纪人和制片人邱黎宽宽姐举办盛大生日派对，黄晓明、徐若瑄、关颖、黑人陈建州等众多艺人到场。教主黄晓明米奇 T 恤搭配牛仔外套，依旧很萌很帅气。主持人黑人搞怪不断，当场要求晓明向寿星献吻，更出言调侃两人。晓明尽量抱紧一点哈，毕竟适时的亲吻一下额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哦，看得出来宽姐眼见起雾了，这是紧张吗？这是对爱有另外一种渴望吗？啊，没有，我的连一向大气的宽姐遇到黄教主也忍不住有些害羞起来，看来教主魅力真是无穷啊。既然参加生日派对，生日祝福自然少不了，最甜的黄教主送上祝福，当场被赞会说话。好，宽姐，希望宽姐每一年都小一岁。那人家都会聊天啊，很会啊，一下嘛，我很会啊，哎，我说你18岁，没办法，他没有办法会说话，他是自来黑啊，天生黑啊，超级黑啊。这个是在报复黑人刚刚的调侃吗？看来真是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呢。不过黄教主，你怎么能这样讲黑人呢？你让古仔古天乐怎么想？